从高山深海欢欣悲哀，我会有个英文字分，一定要好开心咁样去喺跑湖边攞到欢乐啊开心呢个元素。今次系我第一次拍 MV， 好新鲜。好彩啦，喺今年渣打跑到香港第一啦，多咗好多机会，好难得可以拍到 MV， 咁仲要系陈奕迅嘅歌，真系好兴奋。跑步是一個工具，可以讓我透過這個工具將身體健康這個訊息去跟其他人分享，我覺得意義相當大。我會用手跑完步之後是很舒服，越跑就會越喜歡了這個運動，覺得自己堅強了，好像一些困難都可以很容易這樣就過了，堅持到最後。作為一個跑手，跑到很累的時候，我會想到堅持啦，一路堅持下去啦。我和我太太咧，亦都係跑了很多年啦，藉住渣打馬拉松能夠係繼續發展下去，我和我太太咧，亦都係繼續跑我哋嘅人生馬拉松。我好開心可以拍呢條 video 啦。其實我哋入邊有好多角色，而啲角色都係真人真事嘅，好感動嘅。我覺得每一位運動員佢背後嘅精神咧，都係好值得我去學習嘅。好難得啦，因為同咁多朋友一起去合作，無論係音樂方面啦、拍攝方面啦，都係一個相當之獨特嘅經驗。咁渣打馬拉松係令到好多香港人咧係動起來，成為咗一個我哋歷史嘅一部分，係會一路延展落去嘅。